常吃消炎止痛药，肠胃烂光恐中风。这研究也告诉我们说，止痛药吃多了容易水肿，血压会升高，会增加你之后心血管疾病或者中风的一些风险。他就是胃痛，他在吃所谓的非类固醇消炎药，就是最伤胃的止痛药，会给他照了胃镜，胃溃疡、十二指肠溃疡，这种吃药的胃溃疡是大面积的，整个胃都烂掉了。今晚四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